现在时间是台湾的1点钟，晚上1点钟，我早上10点就起床了。依然非常的漂亮，对，所以可以让我们期待明天天亮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风景。我今天晚上就想在这里洗澡了，好干净的，还可以看星星。早上有点下雨，所以它，但是我们还可以有下雨，还可以看到是这种翠绿色的，所以再晚一点的话，天气更稳定，更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啊！大家都这么美耶，超清澈，好漂亮哦，超漂亮。人家说马蒂夫医生一定要来一次，真的，除了风景美，饭店又好。我们饭店后面是什么？告诉大家，我们饭店后面，我们的房间后面，直接就是自己的后方，对，沙滩连接。就像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只有一个字，爽。爽。不管是轻食还是大餐，好吃
你选择哦。哎，你好像在拍广告哦。我跟你说，在马尔地夫不管吃什么都很好吃，尤其是免钱就最好吃。对啊。不要生气。那我们当初呢要来订这个房间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说先订个早餐跟晚餐。中餐你可能会早餐晚一点起来吃嘛，然后你就会直接吃 brunch 啊，然后中午就不会饿，然后晚上吃就好了。所以我只有订早餐跟晚餐。可是你安排了水上活动，水上活动完就最饿。所以有泡面啊。来马尔地夫吃泡面。那你泡我啊。哇，要玩这么大呀。泡面泡澡跟泡我，你选一个。你刚刚讲的那个选择，那感觉是怎样的？一个是我去死，一个是被你杀死，都是死，这有什么好选的啊？我们没有饮料哎。OK， 你连水都没有冲你真的坚持要喝？很渴，而且你那个面泡的也没有好，都被吸干了，就只有面。马尔地夫，帮你特别准备了。马尔地夫的珍珠奶茶，珍珠好大、啊。好啦，今天出门在外，不喜黑马好嘛？泡面好歹也是咱们台湾的国民美食之一，赶快吃一吃，不要耽误我们尊贵的赢家排队啊！下一个行程要前往另一个小岛巴宾法鲁，那里可是有很多 special 的哦，在等着你们啦！你真的想做吗？我真的好想做。人家说来到马尔地夫一定要做一下，从来都没有在马尔地夫做过，而且听人家讲来马尔地夫做会特别舒服。下雨天不做要干嘛？也对，也不过，这个已经开这么多钱了，而且还是跟这个查某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。啊，有啊，我就讲我想要去放一个民宿，一个人去做，安尼会较俗哦。哎，天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现在就一下。为什么说不？等我上厕所回来，就可以做了。我想办法筹点钱，我们去做一次，好不好？你快点哦！好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快点哦！好。那你的手机要带着，不然我找不到你。好好好。哼，又搁来啊！一定吼，搁想要放我一个人哦，做你去啊！这届我绝对吼，无可能，乎你一个人。我一定要跟你对调调。谁要跟小甜甜啊？是不是？自己一个人来才对啊，干嘛每一次都要跟着小甜甜呢？Oh my god， 就是这个感觉。七姐姐，五个人，七姐姐，那他是要该怎么做了？妈，讲讲讲。你偷偷摸摸自己跑来做，难怪会引起众怒啊！
好了好了，我看他也受到教训了，请大家前往海滩集合，有好康的要跟大家宣布。哇，好酷哦，红鱼耶，而且是野生的耶，你可以亲眼看到他们在喂食，看到红鱼耶。可以看，哇！你看，他们都在看嘞。对啊，可是你们不能看呐。这么大嘞！哇！哎，张哥把朋友辛苦啊！拜拜。对啊，这样就不公平啦。他们经过，经过。好，我不看别的，看这个好了，不看别的。拜拜，我辛苦。拜拜，雨谦老师。太有劲了，太有劲了，邀请。是的，我们还在马尔蒂夫。第一届白日梦冒险王的 winner 白队目前正在马尔蒂夫享受他们的奖励，嘿嘿。我们要去北兰巴鲁了，耶！北兰巴鲁，而且是坐水上飞机。水上飞机，但是我们四个夜，他们夜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问一下你们队长，你可不知道这件事。我们有讲好了，因为其实昨天晚上我在房间里面，这一个人善良人静的时候，也好好的想想。经过昨天那个晚餐之后，我们也算是共患难过。对，既然我们要去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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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我想，不然就邀请你们一起去好了。请问一下，住宿的费用是归谁？是我们一起。两个月。对吧？因为我们是等于是你们贵宾邀请的朋友嘛，对，那住宿的这个钱应该没有，是礼貌问一下而已，没有让你们真的，那礼貌问一下我们就是好了，我们 OK 啊，好吧，那这个费用鹏哥你只能自己把它扛下来，因为我们后面的事情工作才多，我扛。我知道很多网友说我不该在这出现的，该出现的人应该是另外一个人，我扛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我们总是会找到方法的。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我人转。制作单位说。大家都听到了，这两个重量级尊贵客户未来的旅费将由庞叔全权负责，一切与制作单位无关。在此分真情代表制作单位多谢庞叔大德。而在等待班机的同时，尊贵的汪仁甫先生对于某人有一个小小的意见。你们这趟旅程我从旁边观赏啊，永维真的哈，我刚想播出剪接他大概三句话不到，你们要训练一下永维。永维，永维你来，永维。因为我们刚刚都已经有介绍过水上飞机了嘛，对，那你现在可以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水上飞机，我们就把刚刚介绍水上飞机那一段交给你。水上飞机它就是一种国内线的飞机，然后你要接它下来以后，你要先有一个情绪，对，你要有情绪，让观众很兴奋啊。或者是看到了吗？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？要有一个情绪。对对对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水上飞机。这水上飞机呢是马尔蒂夫非常著名的飞机。怎么会来到水上飞机？对啊，这里明明是机场。机场。好，各位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马列机场这边，然后我们待会要搭乘的就是这边国内线的水上飞机，我们即将去那个什么马尔维拉巴古。各位，经过一番厮杀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马列机场。没有厮杀。
三，来。各位，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就是马列机场，待会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边非常有名的贝拉巴鲁。那我们主要交通工具是他们国内线的水上飞机，水上飞机非常的好玩。好玩在哪里？因为它是小型的客机，它不像一般的飞机在天空上飞非常高的高度，所以呢，我们待会乘坐这个小型客机，它会比较晃动，类似搭船的感觉。各位一定知道那种感觉，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在水上，在空中，所以你特别没有安全感。如果怕高的人，像大根，大根，哦，期待他的表现。期待他在。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。International。接下来轮到英文，英文就交给思思了。哦，好，英文的，英文先用英语系的，先用英语系的嘛。事实证明，外景主持人真的不是那么好混的，大家就放过永维跟诗诗吧。各位旅客，前往贝拉巴鲁的水上飞机即将起飞，尊贵的旅客请准备登机。我要上飞机了，为什么我不能一起上飞机？因为你们没有负责人员啊。你哪能这样啦？黄刚又说一起了、啊。你要找他。要如果要付的话，要多少钱？460美金一个人来回。好心的庞大叔热情邀请红队两位重量级贵宾一同搭乘水上飞机，前往另一个绝美小岛贝拉巴鲁度假。我天哪，我到底是来度假，是来花钱的？多谢庞叔，那920块美金换算成新台币是30,150元，就先从您的主持费里扣喽。下次承诺别人之前，请记得先三思，别再出包喽。飞起来喽！好酷哦，好酷，好酷哦！哇哦，很酷哎！可惜，因为天气没有那么蓝，但是还是很漂亮。所以如果是天气好的话，你蓝你会哇！我跟你讲，你会从头握到尾，太开心了。有看到吗？难怪有人形容马尔蒂夫是上帝洒落在印度洋上的珍珠，是遗落在人间的天堂。你看看这海景，除非你自备一台空拍机，否则还真的只有坐水上飞机才能享受到明信片一般的景色。所以庞哥，这30,000块真的值回票价啦！好漂亮哦，超漂亮！那今天天气就这样，如果天气非常好的话。我在跟朋友分享说，我在马尔蒂夫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，因为人家说马尔蒂夫是天堂。同时呢，我也很感谢天堂让我有一个很棒的人辅哥和阿庞哥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就没有机会来到天堂，没有机会来到天堂，我也不能当天使，所以我决定未来的日子里面都要一直当人辅哥还有阿庞哥的小天使。我们请我们的卤煮人辅哥。他不可以播、哦。为什么我要一直当他的卤煮呢？我们只是要信守承诺，但是有的时候承诺一成真了之后，就会开始后悔，因为有的时候那叫成口舌之快。我知错了，应该不会再有下一次。是的，就在一阵嬉笑怒骂之后，我们搭乘高级的水上飞机抵达了另一个梦幻小岛贝拉巴鲁。来到这里，白队将可入住顶级水上屋。哇，我们欢迎白队。你为什么说不说欢迎白日梦冒险王呢？对，我们一定要白日梦冒险王白队。哎呀，哎呀，
En sala de la mano。饭店给我们贴心的那个都不一样，对，都不一样，对，薄荷的，薄荷，薄荷谁要你要薄荷？百香果，百香果，白香果，白香果，哈密瓜的，好棒哦！而且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我梦寐以求来到马尔蒂夫最想去的海上屋，在对面，就在对面，哇，一整排哎，一整排哎，太美了。王室轻熟男，很抱歉，这不是你梦想中的水上屋，是白队的哦。但我想，大气的白队应该愿意带你们去参观他们高级的房间一下吧。这个才是这一次的最大奖赏。海上屋，好爽啊！我们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白队的。这边是，问题是没有房间啊，都满了。这边都满。对，最大奖，最大奖在分量。那我们来一整季来玩玩玩玩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有。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去看房子。我们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说我们原，我们不要说，我们不要说原船前板了，好吧？这样太伤人了。下一艘船，我要船到了。谢谢，辛苦他。我自己花钱的人做事吧，可以吧？我自己花钱付我的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原谅了。你自己付钱。你昨天自己答应我的。没有。有，你昨天有讲，你们有录到对不对？你们录到对不对？现在红队的队长吵吵闹闹的，硬要上岸，硬要来跟我们住，那是我们白队最大的奖赏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要去找地方做 SPA。做什么？他这里应该有水上屋做 SPA 的，我要去做 SPA。没有这种东西。你为什么踏入我们的小岛啊？哇，我们白队的小岛哎！我的妈呀！你知道他每一个房间前面那个是什么吗？大浴缸，游泳池哎！哇哦！水上屋一样的。红队在外面，就怀疑。Hello， 我连走进都不行。我没有。不好意思，请你有没有看到这条线？哎，是这条有没有？这条，请你不要插进来。这是我们之间的差别。对啦，你们住那边也不错啊，视野很好啊。对啦，可是就是会希望说有机会住到海上屋啊。Can you say again? How much cost for one night? So it's $1,700 per night during the high season.等于是6万块钱台币，六万，你住两个晚上就是12万哦。天哪，这6万块，我会留着跟我老婆一起来。谁要跟你一起来啊？6万块花这个钱，我一起笑哎呦！不同的感觉好不好？什么感？不同的感觉？就要享受。我跟你花这6万块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直接倒在里面，不会再起来了啦。他们先进去。谢谢。哎，这是我们房间，为什么他先进去啊？哎呀，尊贵的客户来了。哎，这是我们的海上屋哎。进去啊！哎，红队，哎，这我们的。为什么？你就记号。对，这床好棒哦。好舒服的床哦。船我也躺过了，这躺吧，直接弹下去，对不对？哇，是我们的有一关，有没有？哎，我可以先来哎。哇，我们讲有一关。我想在这里拍。天，好酷哦！哎，师兄，你快来，两个假装下，假装蜜月的情侣拍给我们全台湾的观众朋友看看。跳跳床哎，耶！看到没有，大嫂，你看到没有？大嫂，你刚才假装哎。大嫂，看一下，大嫂，看一下，大哥都公器私用了，大嫂，交给我多放心了吧？对啊。哎，你都自己先下去啊！我也要，那我们的，快点过来，鹏哥。
里游泳哎！那你小心啊！你看好棒哦！这边如果夕阳你超美。我跟你讲，你赶快，它还有楼上，你赶快先去游泳上。啊，对对对，一楼房间啊，浴缸有个棒。游泳池我都已经先用过了。好，那我们用过就不要花这个钱了。五块钱。对。美的，你们不可能让我们过这么好的日子。对，不可能，我们不是号角响起。对，你们一定是虐待我们的。这么唯美的餐厅，还不相信？不相信，因为厨师也都站着看，表示他们没有在工作。等一下，这里我们怎么刚没看到？是真的有是真的有的，是有哎，这是真的有的。对呀，你没有说这是你。不可能，敢不问你？如果这是跟诗跟大根的，我就怀疑你们绝对跟他有串通。哎呦，好幸福哦！啊，好幸福，对，好好吃哦。还有干贝，你是干贝吗？海鲜吃多了，吃沙拉。接下来可以习惯啦。没有，沙拉天天看起来很厉害。那我们当他们服务生。是要跟你们说，你们今天吃了晚餐，一个人就价值250。250块美金，一个人。对，一个人7000，7000，8000块。天哪！我们去参加结婚有没有？都没包过那么多呢。哎，不要动！那个少爷，可以帮我打包吗？我带回去早上给我小孩吃啊。因为我想他们也没有吃过一个晚餐250的。来，永威，这个酱汁，吃一下，然后告诉我们感觉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很想要了解他吃东西的，然后形容一下感觉，就是他的口味到底在哪里？对，口感。口味。口感。在混沌中，混沌，混沌，混沌。没有，就是明确的，明确一点的。因为它那个是那个一颗一颗是微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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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比较滑顺的感觉。然后有咬碎吗？咬破？有咬破，但是在咬破之前会先经过那个豌豆，然后那个豌豆是比较没那么滑顺，没那么滑顺，没那么滑顺，就是有点像泥浆的感觉。泥浆？有人在摔跤吗？我想要看。吃饱喝足的大家，接着来到了一个神圣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叫做教堂，难不成大根诗诗要在马尔蒂夫？起来！哎呦，哇塞！哇塞！你都放这么多钱，你要吃没丢？你要回家呢？原来这群人来到马尔蒂夫的教堂，打起了卫生麻将。这里的教堂还真是 special 嘞，白天可以结婚，晚上还能来打麻将，还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。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。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，对，所以我们选择来到了 Vera Madu 的这个沙滩上面。这个沙滩上呢，号称呢是百变相的运动，对，大家可以这么多水上
是一般的足球方式哈，嗯，就是你们要抢到那个球，相攻对方的球，所以不是踢的是这种，不是用踢的，你用射的，你要用踢的都没有问题。这可是他抱着我们就是要把他扑倒，哦，就是那一个变形，对，就是要拿到球之后攻你的球门，然后呢，白队四个人一组，红队我们等一下会有两人加入，赢的人将可获得马尔蒂夫高档酒店，最顶级最奢华的。没错，来到马尔蒂夫，怎能错过这么漂亮的沙滩以及水上活动呢？为了让大家玩得更尽兴，制作单位还特别加码顶级七星级 SPA， 这次绝对不开玩笑，赢家绝对享有顶级的待遇，开战喽，各位！我们四个人打多少？还是二一？打一，打二一好了，两个前锋，一个中场后卫。二一，两个，二一。Hello， 教练，什么都好吗？没有，我们教练什么都好，就是数学不好。不是，哎，五个。这样对吗？二一。哎，这样可以不要播吗？有些网友要开始骂我，而且人就在我面前，还算五个。第一，哎呦，他胜利啦！好，来，我们各就各位喽，各位各位哦。我们攻那边是开始了啊！哎，不是要等哨子声吗？快！来，慢点！啊！我没有后防啊 ！Touchdown！ 哇，太得分了！我真想得分嘞！后防要后防，有后防。中间。两位进球！哇！球！完美的配合。一开始看似正常的无差别美式沙滩足球赛，玩不到十分钟又成了一场闹剧了。球传过来了，把球传背后，传过来。要防哥，快点！等我过去。每次足球就这样。跑风，跑风！哎，不错哎。好好，队长。这椅子还蛮好，这样屁股不会弄脏沙子。我们已经把一个人缠住了。球呢？在带飞了，带飞。李雨晴，球在中间，球在中间，中下，哇塞，阿胖，你敢抢甜甜的球哦，你好伟大哦。我们都没有敢靠近哎。我们这边，快了！打他！打他！就这样，一场好好的比赛成了出难看的美式摔角，这画面能看吗？大会决定结束这场乱落的比赛。嘿嘿，麻烦一下哈 ，SPA 帮我换成券，我下次去马尔蒂夫补座就好喽。啊！球在甜甜那边了，走！谁捡球了？谁捡到谁就是我的郎君！哇！哇！哇！我打的！我真的没有看我，我是被你丢的，张大爷！
我们自己处理一下。玩完美式摔跤，这群人又决定转战香蕉船。只要第一个从香蕉船上摔下水的人，就要请大家喝一颗每斤8.5块，折合台币将近300块的椰子水。到底谁会成为白日梦冒险王第一届的椰子大潘娜呢？妈妈拍死啦，没拿到主持费就要怪你儿子咯，好好教育他，以后别再随便跟别人打赌咯，这样才有钱拿回家孝敬您呢。谢谢阿庞哥。不客气。谢谢庞哥。谢谢庞哥。谢谢庞哥。对对的，不客气了，不客气了。哎，以后我们每一集都可以这样玩。我觉得阿胖已经有点开始在我们节目当中是做义工的感觉。以后我们想吃什么，就先玩一个游戏，玩一个游戏，玩一个游戏。其实我刚刚手术，战力也是算蛮不错的，说出来。我也不要再这样子，我是很努力的。战力不错，我知道，我觉得福利倒是不错。福利倒是蛮好的，蛮好的，不要再玩。我们去玩玩游戏，玩游戏玩了，有人会请东西，真的还不错。录了这节目之后，我妈很开心，因为我跟美嘉一起家。他上次就会真的跟我讲说，我就跟你讲哦，人家要告诉你明天要干嘛都不跟你讲，你莫跟我讲。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跟他讲，因为我都输光了。现在就是我们马尔蒂夫的一个习俗，也以一对新人两个人手牵手彼此吸在一起，表示他们将携手共进，突破以后所有的困难，两个人同舟共进，不管生老病死，都会永远的爱着对方。能够来到马尔蒂夫办婚礼，真是一件浪漫又难忘的回忆。如果你也想要来，可以跟他们两个一样，来到这里绝对会。请他们先种下一棵爱的树，希望呢，明年很快，明年他们结婚周年纪念日回到这里的时候，跟这棵树一起见证他们永浴的爱情。掌声鼓励鼓励。现在，双方一起拿着这个种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替你们拿着这个种子，帮你们埋下去。双方，请将这颗可爱的种子给埋起来。来，来来来，前往下一个幸福之地。来来来来来。你们两个的名字哦，以后回来你们会看得到。
马尔蒂夫的理想传统呢，就是一对新人必须要找到一颗石头，然后呢在此呢许下祝福。但是因为呢，你知道在马尔蒂夫这个地方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也不是很了解这里的地形，所以看到一个非常大又漂亮的石头，那我们就在这月桩之石这边来完成这项仪式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新娘需要陪伴新娘绕石走三圈，顺时钟方向。这其中的意义呢，在于说呢，会保护新娘免受到恶魔的侵扰。好，之后呢，完了还要再抱着新娘公主抱再走一圈，许下祝福。今天你们的仪式就完成了，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不好意思，这对怨偶，我们其实也很想赶快结束这场婚礼，所以请不要歹戏拖棚，赶紧完成这项仪式好吗？这些小路其实就是每一间饭店、每一间房子后面的院子，然后可以走到沙滩。太阳出来了，你们看，好干净哦！是不是很漂亮？现在带你们看海景，很舒服哎，这些沙子好细。天哪，我们应该还没走到一半吧？嗨，北京，北京来哦，我是从，我们是从台湾来的，然后我们来台湾这边来录节目，你好，对，阿姨，今年几岁了？60了，像吗？好年轻哦，是吗？谢谢，看起来好年轻，不像60岁耶，像6岁的啊。所以其实太值了，这很值得吗？太漂亮了。可是我问你哦，因为大家都看那个马尔蒂夫的那个照片，都是大晴天，是有点这几天有点下雨，会不会有点觉得
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没有，心情很好，心情很好，很放松，对不对？太放松了。你是跟谁来呢？全家，全家人来一起啊，儿子也来了。对，姑娘、姑爷、外孙子，还有我们家那个姑娘的婆婆，通通都来了，通通都来了，度假了。那一个台湾的预报应该都有讲说，从明天开始，今天晚上、明天开始就会马尔代夫就会放晴几天。所以您来这个时候，您什么时候回去？我们过还有五天，一共来过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，24号回去。Family vacation, oh my god, 非常好。阿姨，您贵姓？姓董。董，董阿姨，祝你身体健康。谢谢。我们今天要回台湾了。那你好好玩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很高兴遇到你哦，棒棒。谢谢你哦，拜拜。好吧，今天走回家，回去看一下大哥他们在干嘛。看完大哥，我们再继续走，好吧？回去看一下。刚好来到我家了，不用客气了哈，随便坐了啊。我家的游泳池，我家的游泳池，我家的游泳池。有人在上厕所。在拉屎，你们全部都给我跑进来了。我现在在拉屎，我现在在拉屎。我从前门进去。这就是我们家。原来不擦跟拉屎。杨永伟在干嘛？杨永伟在干嘛？要回台湾的人给我穿这样。没有，等一下录影，所以要穿礼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要录，大哥你要帮他录哦。我跟思思互相，因为我们两个都要。哦，好好，你们去大厅那里录。永伟要工作，然后去争取去内地发展的机会，祝福他成功。这一圈拍空景也太远了吧？还蛮值得的。他乡遇故知，还可以跟人聊聊天，挺好的。好吧，我回去打包行李，准备待会要离开这里了。赶快，我要跟上他们的脚步。拜喽，拜拜拜。